哎，哥，凡哥，哎，贺大哥，贺大哥，今天头发看起来很奇怪啊，有点涂鸦病的感觉。哎，好像那种造型一样啊，怎么这样子呢？以前人讲，哎，你已经定老去的头毛吼，老真久啊，吼，看个应该改变一下发型的。啊，你是改变了？啊，小可改变。啊，你耶？啊，我这么染色，染色，哎呦，完全按照裴永俊。你赔钱货了，裴永俊。干不行哟。有啦，真行啦！李英仔，我今日咱的观众朋友真特殊啦。好，今天有一直从我们这个十季来的观众朋友，哎呦呦，好欢迎哈，都来跑下高林高林。十季以前人家人称呼这个烟水之都啊，对吧？今摆改变了哈，改变。顶摆吼，咱这十季的朋友的英语来个很丢一摆啊，都跟咱解释个正清楚。是啊是啊，目前的十季绝对袂过饮水啊。今摆是南港啊，不是啊。因为厝价拢卖普哩呐嘞，免来讲是，啊咱这有口号，哎呦，就立场过来啊，立场，哎呦，来来来来来，十指十指，好山好水，十指十指，卖高盐水，十指十指，哪看哪水，杨环飞扬，哪看哪水，钻石点灯秀，哪看哪好看。多谢老师，多谢多谢，好，甲咱介绍个足清楚个啊，哈。人安尼来，咱来哪看哪水，咱安尼来，咱无共回一个来使。啊，是是，实际真是好所在，好所在。我你啊，好伫咧什么所在？山明水秀，太阳高。我你看，好来，今日要介绍什么人？要介绍这一位男的，是一位歌坛的常青树了哈。哦呦呦，是我们的前辈来到现场了。那这位女的算起来是歌坛的常春藤一样。对的，其实有一个漂亮宝贝的支撑呐哈。是啊是啊是啊。那么两位就问今天要公正公正的人了。啊，不是了嘛，两位当然要安排挂客。欢迎我们的谢雷王。谢谢贺大哥，南哥，两位好，两位好。两位刚才我们见到组长，我们吓一跳，怎么两位啊未婚男未婚女未嫁，动作别想着被攻击，赶快新婚都丢了。像我刚刚唱的这首《红顶绿》是我第一张唱片，第一张专辑。对，那时候，谢哥他刚好出《酒狗英雄》。宪哥出，谢哥，谢雷哥，挂了，谢哥，我们宪哥想，那是我头一摆改变唱台语歌的时，对对对，我刚一间公司，那个时候公司都很全力在捧他，从这个造型，从因为其实为什么会捧我，因为去过英雄，没料就赞了，有钱耶，但开了玉国家来，我一样，就是王瑞霞漂亮宝贝，对对对，台语歌当来的也是圣公王瑞霞，那个时阵圣。熊少女的感觉，对，够帅。第一国同欧巴桑阿姐哟，那以前第一国同恁讲讲是咧，较无讲讲拢以光，没有造型方面啦，比较没有用心。那个时候有一点点差距，比如说陈小元陈姐，因为因唱哩在我当啊嘛，我是学校刚毕业啊。所以可能大家觉得说年纪比较轻，比较吃香一点点。那时候你因为你的照片呢，就看起来比较会化妆，对不对？其实本人我就是还好，不啦，本人看是吃破戏。其实你无了解，足侪人看到我拢讲，你卖化妆上水。啊，当然哦。对啊。不一样嘞。我不知道。我听说你阿咧对唱的时拢。在配唱的时候，你也袂化妆嘛？袂啊。无化腮红的时候，叫醒贺大哥。正经的吗？正经的哦。女生用围来吼，差不多遮掩，无遮大片啦。不过你两个交情，他都用为唱片公司开始啦吼。对对对。啊，听讲迄个时阵有一段时间，王瑞霞出唱片的时阵哦。谢雷谢大哥还带他去夜市里面，对啊，真的我招雅琪啊，我还要谢谢那个谢大哥。迄个时阵新郎吼，你讲新郎无基本盘嘛，你咧招雅琪啊嘛是要有一个老将甲你带啊。哎呦，没多钱。结果吼，我们把业绩也做得非常的好，非常非常好，赚好多钱。那个时候还有一个基隆哦，他们会争哦，比如说安排不好哦，会避免的。是是是。我一摆，我你诶这边。这边唱对吧？庙口，那边还庙口哇，啊，伊对面那个唱庙，那边港口，无啦，那边那个一打两打，我是唱这边，那边无去唱，那边很生气哦，把那个卡带哦全部丢到那个大马路来，哎呦，就那你卡带丢到大马路，对啊，你就他说你没有来这边，对，其实他们唱哦卖的也是我们公司的啦，对，那只是说他觉得很没有面子吧，丢啊，后来安排那不安排，后来还要安排一次。我们再到那一台去，哇！结果对面一百有个弹出来啊，我来一百有九块啊，九块都被弹了。所以那个时候蛮好玩。对面被弹出来，结果听得拍听下弹出来。我来讲奈博来这边，干嘛就莫名其妙？谢哥也是我们那时候的主将，一来没到最后，那个卡很混蛋哎。
哎呀，哎，我本来哦，无啥拍拍摄嘛，在牙齿啊，对吧？有一摆哦，哎，拢无所在人我笑，结果我那讲话真可怜，人家拢在卖物件嘛，他不让给你嘛。结果我们那个宣传很厉害哦，人家在卖那 T 面的，想讲，哎，你买卖我两千哦哩，你就好讲卖唱片，赚两千可以哦。那阿伯在讲多。照地摊啊，我阿婆人能够做，我没有我主持啊。我你讲你那个好，我今早去唱，我唱过台，台座啊边啊的唱咧。哎呦，边啊台家都罢了。啊，我跟你讲哦，少年人你嘛讲哦，什么好，什么皮筋吊胆多啦，直接抓蛋啦，你唱完皮筋吊胆啊咧，啊我就擦罗勒吧嘛，擦个潘公公啊。哎呦，真是嘞。对啊。这种牙齿的文化吼，真的让我们非常的怀念。哎，但是阮现在卖了就好诶，一打会当卖六七百的。差不多。没有。没有。哎呀，啊一个晚上跑六。超过了。六个七一摊呐，只有一摊，然后卖得非常好，就很开心。我拢卡电话叫我等，我今日赚偌济个电话。我等下讲，安尼，咱了靠看，我昨样捧场哦，开四十关，一个 X 哦 ，X 个开四十关了，对啦。好，我两个唱个两卡。我看伊个性，那个囡仔讲就先欢喜个，你讲个欢喜。不是因为那个时候。我等下食高水烟的。不过这个哈，这恁两位的歌段很久啊，你们有没有说是像这個，比如说唱个那么多的歌曲对不？我都还记得讲，你个唱过什么？苦酒买袂只，这不用禁过嘛，对不？禁过，禁过。我唔知你讲，其实吼，谢林谢到迄个时代吼，真正很多都是被禁。不是禁止唱歌，就最近禁禁禁，因为白色恐怖嘛，还是怎么样呢？不是啊，其实也不是，法禁也有啊，在那个时代有，到了王瑞霞引进别的时阵，唱片公司就没有了，而且配合度也很高了。对，自己的那种服装师啊，活动贡献很大。阿哥有用大老大哥，然后要传人去啊，那个自家宣传啊，你以前都买单枪匹马。对啊，然后禁歌够就这，禁歌哦。为什么会禁你的歌？为什么呢？我到现在还不晓得什么意思啊，也不晓得什么原因。是歌词出问题还是安怎？应该是歌词。对，他就苦酒满杯，他觉得靡靡之音，靡靡之音，然后觉得说这种歌呢会影响人心，那个时候要反攻大陆，很好啊啊！刚才你们有口碑，我套得住。可是这种歌也让大家一个发泄嘛，那心情坏掉、气短掉啊，唱这个歌不刚好？丢了，人总是要情绪嘛。就是，不过以前你咧讲丢，以前是为了要反攻大陆啊。对啊，你别再靡靡之音，大家阿兵哥听到边啊，大家情拢也未开。丢了，丢了。有可能是这个关。这个歌哦，还好，像什么有的台语歌蛮被禁的呀。黄昏的故乡，我黄昏的故乡。哦，遐红片，遐个红片，我是讲，因为这个阿兵哥。你做兵的时候，听这个歌流目屎。哎呦，啊，不然会逃兵啊，所以把这条歌禁掉啊，呢。哦，我的最主要是，迄时阵日本歌界拢会禁掉。啊，对，我想叫日本歌，就禁掉。红的歌拢是日本歌。哦，啊，冇这侪条歌禁歌，其实我定咧唱一条，好不？对呀。以前拢歌唱比赛，谢大哥唱过比我好一条《蓝与黑》。是。那个是因为吼，我们这个社会不能有黑。对，只要有蓝，应该蓝与绿就可以了，蓝与绿啊那个。不是啦，因为伊来得瓜熟下呢，为什么这个社会无公平艺术？两位拢是凭节目主持人哈，好甲阮这节目好甲阮问好一下来杨烈。是。参加这节目，第一上届黄叶都是当好啊唱歌。啊，好啊唱歌。这是我本节目的这个本身的本质啦，宗旨啦。啊，我两位。朱启林哦，安尼吼，真叫咩妙语如珠啊！你这是阮基本的条件啦。是。而且吼，阮拄仔伫阿边吼，咧欣赏吼。虽然老师敢那七个人咧，但走了那百几个人咧，这是阮爱检讨的。哦，恁遐拢总是几个人？拢总十二个，走起来那五个。你十二，你十二内面哦，十二内面。咱是五个，走起来敢那十二个，你们。你那些老师嘛，厉害啊！来人的地盘较甜蜜。节目内面都爱安尼精彩，来个人的节目都爱搁差这样。有影呢吼。但是我讲哦，你尽量爱较尊重人，知影无？你敢知人的身份？我知啊。我介绍出你惊着我讲。我知啊。你无？台湾艺人内面，查甫艺人内面，正兄弟都是伊外讲。我。真的哦，阿姐我。真正我跟杨烈是差年久吼，其实我感觉伊的人哦，个性、语气。重感情，但是我唔知讲，以前听你听讲，杨烈以前敢那有佚佗，到底有影无影？我讲到即马，我唔知。迄佚佗出来佚佗，什么人工作强啊，人买槟榔迄种，迄种是种囡仔熟啦，对。无正安尼安尼去的呢？真正哦，无啦，一直出来跟冤家用提十八刀啊！不是啦，袂用讲遐严重啦。讲安尼，你后壁卡车边嘛十八刀出来头一摆，用提十八刀去。我是兄弟，什么阿尼先落有较粗鲁，我跟只不过是同事尔。
是跟兄弟同事就对了。你有听到无？恐怖！我从你看后边，我都唔敢讲。哎，右上，你看后边是啥？我是是。哎，我第一摆吼，看到拄到杨大哥，我哎呀，我敬畏十分。真的。因为我你看到刚看到警卫哦。敬畏啦！哦，哎，不要，其实我唔定定来听迄条海航的风声。阿你哦，其实伊全线往那六套套。六套套。对啊。都是甲头兄弟、甲贺大哥交情无好，对不对？即嘛兄弟看了伊会惊咧。没，真正咧。喂，伊讲阿兄弟借钱啊。唔头未讲啊。这是都周转大家互相，周转大家互相。但是杨烈，这是我甲周转，伊蛮好周转啦。无你也讲真正以前哦，杨烈真正以前有学过物件了吼。目前哦。哦，迄阵你学校时阵。是是。啊，你还会记安怎报名？记起。啊，小贺大哥，你不看麦？好呀，也不一定有一个姿势啦。啊，对。姿势，好姿势，差不多。不然来气一下吼。哦，要比划一下。你起码给那就是少年的真爱呢。我们有一些拳击的手套哦。哎，够卡点了。而且这个要有一个教练，哦，就是你啊。你也教练了，你拢起拢警戒手嘛，还是教练了我，哎我。哎呦，警戒要来，来真的哦。好来。你们伸一下，动一下，哎。哎呦。哎。呜，吹了吹了。哎呦哎呦。哎呦，真的呢。呜呼呜，掌声鼓励。来个。怎么样？我卡上我卡上我中国海专前几队，我怕干嘛呀？哦，你还有欧鬼哦？欧鬼呢？是。好，贺大哥也曾经练习过。小蛋姐啦！你看啊，足凶的，我感觉我足危险的。没啦，你有想法哦？不会啦，没啥偶然经呢。不会啦，无啦，小探姐啦，加。哎呦，哎，安尼真的有那个酷势哎。我讲这吼，咱你看那间拳击场哦，迄网啊围起安尼哦。真快！哎，去面顶你用爬先咯，无位通走，足可怜的，你知影？什么无路用啊？所以讲，人咧讲运动哦，今嘛人迄个新闻有写无？你想那要走一百公尺，安尼走先，那走袂紧。你若走十秒、几、十一秒，用后边有一台车咧甲你入，走足紧。